我从来也没想过。怎么说呢？你们到底是喜欢台上的石小梅，还是喜欢台下的石小梅？第一次上台，你会咬他吗？感觉是怎样？有想过杀人吗？多少人是难？第一次上台，感觉是怎样？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个女人，是怎样的？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人，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贤妻良母。在舞台上表演，不管是男生或者女生，有钱或者没钱，那都是在演绎别人的一种经历，演绎别人的感情世界，演绎别人的一个故事，并不是属于你自己。怎么说呢？应该属于我的，我觉得就是我的。如果不是我的，我不会去强求。我想反问一下，为什么要问这些很残忍的问题？其实我知道这都是现实，但是为什么要这么现实？我在那儿很好，真的很好。他们喜欢的是台上你的表演，所以在台下不要去表演，回到你真实的面貌上去，做你自己的人，干你自己的事，不要太张扬，不要太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其实你还是你自己。